去湖北那边买了三间店的，我买了三吨回来，所以每一块石头都很漂亮，像这一点，像上像珠了，像足了，是不是？这些猪肉是让我看得我心里很舒服，因为我们超市里也卖猪肉嘛，所以我买回来之后，我把所有的每一个猪肉档都会有挂一块这样的猪肉在那个档口，所以顾客会看到会摸摸啊想想这样，会让顾客感受到那个喜悦啦，会有什么有这么漂亮的石头跟猪肉是一样的。但是这棵树就有一点很有意思，它这300年前好像是在为我们生松而成长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三棵树有三个树身，这三个树身就等于我们三个兄弟一起在做生意。当然做生意肯定会有事端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一个空间来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为什么呢？这棵树你看这么大棵，它的树头三个树身，但是中间完全是空的，完全是空的，就等于有空，我们共同的一个空间嘛，三个树头的共同空间，所以有共同的空间就是能够退一步，能够相让的把问题都解决，把公司的业务做得更好，就在这个树头里面从完全是呈现出来的。本来就是乡村从农场长大的，以前赚钱都很难，就是辛苦过穷过，觉得花这样的钱住这样的屋子是有点好像很奢侈，是这样。我是希望我在建这个屋子的时候，我跟 architect 讲，我是你要为我另外一个屋主建，而不是为我建。建这个屋子上来要变成别人的风水，别人的风景。我隔壁那边有三个屋主，这边有一个屋主，那我让他们看到我的屋子是一个他们的风景线，但是看了不舒服，不是每天有人在揍你是吗？